莲姐，我有件事一直瞒着你。什么什么事？你杀人了？其实我有个双胞胎的兄弟，我俩长得一模一样。我家太穷了，两个人都上学交不起学费，所以我俩一人来上一天学。逗我呢？怎么这么样？虽然我俩长得一样，但是很多细微之处不一样，比如放屁。哥哥是红烧榴莲味的，弟弟是清蒸袜子味的。你分得出我是哥哥还是弟弟吗？是吗？我真没注意到。去闻闻看。这屁有点袜子的意思，你是弟弟。你的嗅觉不行啊，再给你一次机会。再来，老娘不信这个邪了。我出来了，是榴莲味儿。你是哥哥。你真聪明。我兄弟把一切都告诉我了，我什么都知道了。你放心，你们哥俩的事儿我不会说出去的。只是跟他开个玩笑，没想到他还当真了。天哪，你们真的太像了，完全看不出区别，就连牙缝里的韭菜叶都一模一样。韭菜叶有点不对劲，你俩长得这么像，怎么区别呀？你说怎么区别？把文件打掉，我就能区分啦。这个傻子，他不知道我的门牙本来就是活动的，拿下来还能安上去，哈哈，谁也看不出来。Hello！ 啊，你的门牙！天哪，双胞胎这事是真的，我还以为是逗我玩呢。小帅，既然你这么坦诚，那我也不瞒你了。其实我也有双胞胎姐姐。我的双胞胎姐姐比我早出生一会儿。我叫他出来啊、哦！真的吗？我姐姐也就比我早出生60多年，龟孙呐，不逗你了，我真有双胞胎姐姐，不信你看，居然是真的！这是我姐大长妹，这是我妹大脸妹，一模一样，完全没区别。俗话说，人活久了，什么事都能遇到。你遇到这事儿真不算稀罕、这是我的兄弟金城武，谢谢大家关照我的兄弟。太扯了，你们名字发音都一样，你们妈在家怎么区分你俩呀、姐你傻呀，声调不一样当然能区分呀。别疯啊，还没完呢。龟孙，这是你二奶三奶四奶、我奶奶是四胞胎。小帅还有我们。小帅呀、猜哪个是你亲爹，哪个是你亲妈呀？我进到病院发作了，这充满恶意的世界，欺负我是独生子吗？看我的！看我72变！